感谢那个彭老师的介绍了。那首先很开心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推广我们的台湾茶叶了。那诚如我们刚刚那个彭老师有在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米跟茶都很重要。与古代我们叫做得米吧，所以茶跟米都是很重要的。那事实上我们主要以前那开门的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古代人其实对茶的观念是非常的好。那现在的人呢，事实上我们的茶叶呢，事实上也非常的常常人在喝哦。只不过现在年轻人喝的茶，他可能改了一种形式，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花时间在泡我们的茶叶啦，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喝一些那个像我们泡沫红茶、冷饮店的茶。大家知道我们一年那个我们泡沫红茶一年在台湾哦，大概卖几杯？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大概卖几杯？有没有一个数字？2300万杯，要一年哦，我不是说一天哦，一年哦，至少一杯是不是？五千万，还没有数字？7000万，还有一个两，已经有到亿了哦，还有没有？已经有到亿了哦，还有呢？我这样讲，意思还可以再往上加喽。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是经过我们经济部统计的，而且刚好到今年有一个最新的数字啊，对，2亿，还有没有？还有再加嘛，6亿，好好好，快接近了，还有没有？还有吗？还有没有？7亿，再加一点，8亿哦，还有再加，好好好，我直接讲答案好了，今年我们最新的那个资料是10.8亿杯。对，其实到前几年，它已经到10.2亿杯了，最近的数据到10.8亿杯。那如果我们换算2300万人，平均一年一个人要喝几杯？四五十杯。对，40-50杯，哇，很厉害啊！对啊，大概是45左右啦，大概以前44到48杯左右的这样的范围内。所以，那大家，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志工们有没有在喝冷饮茶？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一杯，像我自己，我不太喝冷饮茶，我不喝，因为我在他家吃，我不太喝那种茶叶。但是我太太就很会喝，那所以的话，他把我的分量都把它算进去了，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主要还是介绍一些特色茶的部分啦，当然不是在那个10.2亿杯的部分，当然我们会介绍一些台湾的一些特色茶。那在这个之前，里面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我们台湾茶。台湾的特色茶的了解有什么？什么是台湾特色茶？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吗？乌龙茶、文山包种茶、东方美人茶、铁观音茶，还有吗？对，阿里山铁观音，好，那就是高山茶，金萱茶也算高山茶，所以我们的金萱又叫乌龙，对，我们待会就有分哦。金萱跟乌龙其实上是不同的名字哦，因为它们叫做品种。那但是如果说是东方美人茶、文山包种茶，就是我们的特色茶类哦。对，所以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区分。那我再问一个，普洱茶是不是台湾的特色茶？不是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没有办法产制我们的普洱茶，所以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做一个区分啦。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话，大概会介绍一下大概8大的茶类跟一个品种。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彭老师有在介绍
今年听说好像是那个志工们今年会去我们的鱼池分厂嘛。鱼池分厂目前就我去过的改良厂里面，目前大概是最漂亮的改良厂，因为它依山傍水，旁边就是日月潭。从它那边有一个那个石头的那个台湾红茶的故乡，那边整个望下去，就看到整个游客，就可以看到整个日月潭的部分。如果各位如果有可以多走一点的路，走到上面日月那个什么鱼池分厂，走到大概最高点的部分，猫来站最高点就是我们一个气象站，看到的风景会更漂亮。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如果去的时候，看看要不要多走，可能要一两公里啦。对，往上走非常的漂亮。那我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茶叶改良厂是农委会的组织嘛。那事实上我们有各个分厂。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鱼池分厂，鱼池分厂最主要做红茶。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日据时代的红茶工厂。那这个事实上，因为当初中部在1988年那个有921大地震嘛。那921大地震之后呢，事实上很多建筑物都倒了，但是这个日式的建筑物只有轻微的一些受损啊，当然还是有去修，还是有一些东西有坏掉了，但是还是至少它的主体建筑物还是存在。那事实上旁边还有很多日式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下次去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他们，例如一下怎么做红茶的机具，然后看一下这些古色古香的这些那个红茶工厂。另外，他们的日式宿舍也是一绝啦，但是真正的日式宿舍已经倒掉了，所以大家在921之后有重建。一进我们的鱼池分厂，就会看得到那个什么他们的日式宿舍，然后往里面去参访，就会看得到这个红茶的建筑物。然后再往上爬，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就是气象站，去整个俯视我们的那个日月潭。那当然是除了我们在鱼池分厂之外，全台湾有这么多个分厂。那我们的总厂，那我现在因为回到总厂嘛，那我们的总厂在桃园的杨梅。那主要的管的部分啊，就是大概就是像桃竹苗左右这一带，主要是东方美人茶区跟一些其他的总理的，就是我们做一些总体的试验，都在我们的杨梅总厂。那在我们离我们台北最近的，应该是我们的文山分厂。那以前我待文山分厂待了大概17年左右。那文山分厂里面，它主要当然就是刚刚也讲过文山包种茶。那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在平林石碇的，还有那个新店的交界啦。我们事实上文山分厂是位于我们的石碇，那旁边有一些很漂亮的景点哦。那像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鳄鱼潭，大家有听过吗？千岛湖，通通都在我们旁边。所以下次如果有去文山分厂参访，也可以去那个地方。那往平林，我们当然就是往那个茶博馆啦。茶博馆如果是新北市民是免费的，然后那我们再往下面就是往宜兰。那所以的话，我们文山分厂主要负责的辖区在台北市跟我们的宜兰县，所以这个是文山分厂的辖区。再来是我们回到台东好了，看到台东的部分是在我们那个鹿野。大家有听过热气球吗？有。鹿野的热气球，事实上我们台东分厂就是位于鹿野，它旁边有一个叫做鹿野高台，就在旁边，那边有一个飞行伞，也有热气球。热气球只有暑假才有，那飞行伞每天只要好天气就有。那所以他们的飞行伞是在它的上面，那就会飞下来，飞到我们茶改厂旁边的一块空地的茶园。所以常常有时候会看到有飞行伞在那边飘。那这个就是我们台东分厂，它是为一个花东纵谷，一个平地上面，一个谷地上面。那旁边的这个呢，就是还有做一个就是我们的洞顶工作站。洞顶工作站是位于我们那个鹿谷，对，鹿谷就是洞顶乌龙茶的故乡。那这个里面当初主要的目的是设了为了农药检验用的，因为大家可能喝茶都怕农药，所以我们就专设一个农药的那个检验中心。那但是这个业务的话，从大概今年、明年还陆续把它移到我们的农药所去。那因为实际上那个台湾的茶也是合格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业务开始整个改变一下。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那个茶改厂大概一个分布了。那这个大概也是应彭老师特别要求，特别制作一张这个。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主要会看到大概就是我们茶叶的一些分类。然后茶叶的分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茶树的品种，就像刚刚讲到的金萱，然后刚刚讲到的乌龙，事实上这个是品种哦，它不是茶类。任何一个品种都可以做任何一种茶，但是它有好喝不好喝的概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特色茶类，那我们的特色茶类里面，我们已经变成有八大特色茶了哦。
那所以待会会一个介绍。那这些的特色茶类，实际上每一种茶它要求的不同，然后那我们的采摘标准也不太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一下我们如何泡我们的台湾特色茶，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总结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茶叶的分类。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像金萱，金萱就是一个品种，它叫做我们的台茶十二号。然后再来就是说，像四季春，有时候是四季青茶啊，什么四季就是指它的品种，翠玉、红玉、阿萨姆、清新乌龙，然后野生茶树、山茶等等的。那大家不知道说有没有喝过这些茶叶，都有听过吼。等下次可以去不同的产地，我们待会有一张产地地图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产季，那事实上我们茶有分很多种产季，例如像明前茶。明前茶大家是什么？是什么时候的茶吗？清明前的茶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春茶、夏茶、冬茶、冬片等等。那我们觉得，大家觉得哪一季的茶是最好喝？春茶哈，香气最好，是不是？好，那事实上我们这个观念可能要稍微再看一下。每一种茶都好喝哦。对，因为明前茶，我们是一般来说我们是绿茶。绿茶就会明前茶，那春茶我们是指包种茶跟乌龙茶，我们叫做春茶。那夏茶呢？夏茶就是红茶，对，因为夏天茶才会红，就是红茶。再来的部分就是一种叫做东方美人茶啦，因为夏天才有那个虫比较多，我们一种叫做小绿叶茶的危害之后，它才会有那种蜜香味。那我们今天待会也会为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这个蜜香茶的部分。再来就是冬茶，那包种茶就是春跟冬，它会比较好。然后那冬片的话是比较稀有啦，通常会遇到暖冬才会有。但是台湾最近其实一直在暖化，所以在南部茶区常常都会有冬片。但是冬片它的滋味是比较淡薄一点的，但是它的稀有性是因为它的量非常的少，它只长到一点点而已。那事实上在你这个季节里面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些茶的特性，我们到底什么样的季节我们要喝什么样的茶叶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产地，那刚有提到像文山包种茶，那刚有说乌龙茶，那前面通常我们会加一个洞顶，那洞顶的意思就是鹿谷，鹿谷有一个洞顶山，所以就是洞顶乌龙茶。那高山茶，那高山茶也有很多啊，像阿里山的啊，像梨山的啊，像那个什么玉山这一些系列的山林溪，通通都是哦。这个待会我们稍微提一下。那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制茶的分类，制茶的分类我们要叫做发酵程度。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发酵程度呢？发酵程度有没有概念？它是像烘干，还有揉，有揉，它是像面包一样吗？又加什么酵母菌？没有菌嘛，对不对？哇，其实大家的观点非常好。事实上我们的发酵程度里面，我们除了黑茶就是普洱茶之外，其他我们大部分的茶叶，像台湾所有的茶类都没有经过菌的发酵，都是天然的。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名词，如果是我们来，我们希望说可以改变一个叫做氧化，因为它实际上是用氧化的过程，从新鲜的叶子慢慢经过不发酵，就是不氧化，部分氧化或全氧化之后，它才会转变出那种的风味。所以我们理论上我们应该叫做氧化，但是因为茶农大部分都习惯用这个发酵的字眼，因为古代的人他们不清楚说为什么茶叶采下来之后经过这样子揉啊，经过炒啊，为什么它的味道就会变得跟我们采下来的味道不太一样，他们就认为这可能就像做酒做一些酱油有一些菌在里面，所以他们都叫做发酵。但是真正在台湾茶是都没有经过任何菌的作用哦。再来的部分就是六大茶类，六大茶类事实上这个是那个中国的那种中国大陆它的一种茶叶的分类，我们分为绿黄白青红黑，那这大概是六种的一种茶叶。但是我下面有画那个 underline 这个底线的部分，蓝字的部分，这个是指台湾比较会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绿茶类、青茶类跟红茶类。那什么是青茶类？青茶类就是茶汤做起来是比较青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的包种茶类、乌龙茶类，就是属于我们的青茶类。它也是有发酵过的吗？也是有发酵过的。所以那我们来对一下，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来问这个好了。这六大茶类我们对应上面的这些发酵的程度，哪些是不发酵，哪些是部分发酵，哪些是全发酵，哪些是后发酵？绿茶不发酵，绿茶不发酵，这个观念非常好。然后呢？
那我们的黄茶，红茶，好，红茶是全发，我们先把比较简单的先讲好了。红茶是全发酵，那清茶呢？不分发酵。好，那比较难，那黑茶呢？后发酵。好，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我们既定这两个，黄茶跟白茶呢？不晓得。好，事实上我们这个发酵程度是更看制程，看制程。那六大茶类是看颜色，所以看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制程，所谓的不发酵，我就是我从茶树采下来之后，我马上就杀青，我不管用蒸青或者是用草青，都是立即让它去做杀青的动作。杀青的动作其实就是我们一种，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实际上是叫做氧化。那因为我们的茶叶的细胞里面有酵素，有一些它的成分，那酵素就会影响到这些那个什么发酵或氧化的程度。但是酵素它其实就是一种蛋白质，蛋白如果遇到热会怎么样？它就会变质，它就没有办法再回复，它就没有办法，蛋白不可能回复成原本那种新鲜蛋的那个样子嘛。所以我们的茶叶的酵素也是一样，它只要经过高热之后，它就变化，它就不会再变为那个原本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叫做停止发酵。所以我们当初如果我们决定它的那个发酵程度的话，是看我的茶叶一采下来，马上就去炒青，马上就去杀青，它就会是一种不发酵的状态。但是如果我茶叶采下来之后，我慢慢放着，我做了，例如刚刚有说什么萎凋揉捻的动作的话，那会怎么样？它会慢慢的变化嘛？因为它的酵素还在，它的氧化酵素还在，所以它会慢慢的一些变化，慢慢的一些氧化。然后那所以的话，它就会变成是部分发酵或全发酵。那我们的全发酵是让我们针对红茶了。红茶的部分，我们是先萎凋，萎凋一阵子之后，通常我们要一天，让它水分先跑掉。那水分跑掉之后，我们再做揉捻。我们这个揉捻是大概要2小时以上的揉捻，把它整个细胞破坏。破坏之后呢，事实上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经过杀青哦，红茶不杀青，然后我们再利用到。我们在加温加湿，让它去做发酵的动作，所以它才会变成是我们看到的茶叶的颜色就是红色的，泡出的茶汤也会是红色的，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我们的全发酵。那所谓的后发酵呢？后发酵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菌在里面。事实上，在大陆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把叶子，就是我们叶子，我们叫做茶青，就是精华的部分叫做茶青。叶子这些嫩茶青鲜嫩的部分采下来之后，我们利用到绿茶的做法，或部分萎凋的做法，部分发酵的做法，然后把它做成压成一个饼。那普洱茶的话，我们就是要后面去陈化它。那陈化之后，它就有一些像菌花菌或一些其他的菌种去帮那些是对人体有益的菌啊，就可以帮助它做后发酵。所以后发酵茶是有菌，但是其他前面几种都没有菌。但是台湾因为没有办法有那种菌，然后也不好培养，也没有像云南那个地方有这样的菌，所以台湾没有什么后发酵茶。那我们再回到六大茶类好了，六大茶类里面，我们再回到黄茶跟白茶的定义。我们讲一下什么是黄茶，什么是白茶。黄茶的部分就是我们茶叶采进来之后，我们去杀青，然后我们开始做闷黄的动作，因为绿茶不闷黄，绿茶只揉捻不闷黄。那我们黄茶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轻柔的动作，然后再来做一个闷黄的动作，再来做干燥。那我们再来讲一下白茶，白茶的部分，我们茶叶采下来之后，我们自然萎凋，我们不搅拌它，我们就放在我们的桌子上，放在我们的加力上面，让它慢慢的水分退掉，慢慢的萎凋。然后它也不杀青，然后看看要不要轻柔，因为白茶是外观不漂亮，我们就会稍微轻柔。那有些人不轻柔，然后就会来干燥。那我们讲完这两种方法之后，那我们看看黄茶，大家觉得黄茶是属于不发酵还是属于部分发酵？黄茶是部分发酵，那白茶呢？部分发酵。OK， 那黄茶的部分我再解释一下好了。那因为我们的茶青一下来之后，直接杀青。直接杀青之后，我们来做闷黄，然后再来干燥。对，所以是什么？不发酵嘛，因为它是有闷黄，它闷黄的动作是在杀青后哦，它不是杀青前。如果杀青前我拉进制萎凋，它就是属于部分发酵。但是因为黄茶它是一进来之后，它的制法跟绿茶一样，我直接就做杀青，它不萎凋，
所以它我们这两个是属于不发酵哦，这是我们一般很多人都把它搞错的部分。那我们这两个就是属于不发酵，那白茶清茶就是属于部分发酵，红茶对应到的就是全发酵，那黑茶就是后发酵。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比较常常会搞错的地方。那再来一个，我们一般讲到焙火的程度，有些人讲生茶，有些人叫半熟茶，有些人叫熟茶，知道这个差异是什么吗？生茶、半熟茶跟熟茶的差异是什么？对，绿茶、生茶，绿茶、生茶，对，还没有什么。熟茶是红茶，熟茶是红茶，对，那半熟茶呢？这个乌龙茶，清茶。OK， 好，那事实上我把它放在一起，事实上它不是对应到他们的哦，他们跟它对应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另外这两个有点相关性，这个是看水色或者是它的外观，然后这个是看发酵程度，但是这个呢，这个叫发酵程度哦，因为在制茶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发酵或氧化程度，另外一个叫做焙火程度，焙火事实上跟我们的发酵一点关系都没有哦，焙火是烘焙。就是像我们做咖啡一样，咖啡我们前面的制程不是也有说什么日晒的豆子，我们也有水洗的豆子，甚至还有什么动物发酵的豆子，什么麝香猫的豆子嘛，对不对？那所以那个就是在前端，但是我们一般我们喝的咖啡是不是会强调一些做烘焙、深焙、浅焙或者是什么中焙类似？我们的事实上它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那种就是水洗豆，我们也可以做深焙，我们也可以做浅焙。那日晒豆事实上也可以做深焙、浅焙，茶也是一模一样哦。那事实上，我们的发酵程度里面，我们是看这个两个是独立，就是说它的前面是做发酵，它都已经做成茶叶了之后，我们再去做焙火。那这个的话就叫做焙火的程度。一般来说，生茶是不焙火，或者是焙火程度很轻，叫做生茶类。那这个就是生茶类，因为它的刺激性会比较多了。有些人会觉得是说对胃会不舒服嘛，因为有些人胃会敏感，它会容易分泌胃酸。那有些人天生的体质，它即使茶叶进，因为茶叶是多酚类，它是抗氧化的东西，它进来我们的胃里面，它也不会怎么样。那所以的话，那个就是与生俱来的特性。那有些人就觉得胃很敏感的，那就不太适合喝生茶。那如果要喝生茶，那我们就可以吃一点东西，因为你不要让我们的茶叶直接接近胃壁嘛。我们只要吃一点小饼干，事实上茶就不会伤害到一些胃的部分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生茶类。那一般我们的生茶类的部分，就像文山包种这一类，就是属于生茶类。高山茶，因为它不太烘焙，那或者是浅一点点烘焙而已。那熟茶的部分就是烘焙程度比较重的，就像咖啡的重焙一样，它就是我们的熟茶类。那半熟茶就是介于烘焙程度只有一半，就介于中间的这些茶类，像是我们这个铁观音，那洞顶乌龙茶，那有些洞顶乌龙会在这边，然后那这个是红乌龙或者是我们的铁观音茶，就会属于熟茶类。那但是我们刚刚也有同仁讲到，红茶算是这三种哪一种？红茶有没有烘焙？有烘焙。有。好，那红茶事实上不烘焙哦，红茶一定要新鲜，红茶不要烘焙哦。红茶是因为发酵之后它变红色的哦。我们不要看颜色，颜色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看，我们待会会用一个水色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其实红茶我们不算是这个里面的哦。这个里面一般来说是指部分发酵茶，会指生茶、半熟茶跟熟茶。那当然，如果你要把红茶、绿茶都算进来的话，那绿茶应该也算生茶，那红茶也算生茶哦。它不是看颜色，因为它是发酵程度制成的，就这两个最关键：发酵跟焙火，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就是发酵是发酵，焙火是焙火，焙火是后端的，已经做好茶叶再去后端的。那发酵的部分是前端的，那我后期再也不能改变它的。就是我当我已经水分脱掉之后，它已经没有氧化酵素，我已经改变不了了。那焙火后面是可以做调整的，对，所以话我们这两个是不同的制程。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茶树的品种了。事实上，我们茶树的种类有很多啦。那事实上，我们茶树的话，在台湾哦，台湾的话，我们就有分一般的栽培种，就是茶树。那茶树里面，我们又分为大叶种、小叶种。
那事实上大叶种小叶种它的外观就长得不太一样了、哦、像小叶种长这样，它的树它有点像我们叫做灌木型的树，灌木型也就是说所谓的灌木型的话，就它在底下的话它的树干基部并没有很明显的主干，它可能有四五枝甚至有十几枝的主干，它的那个主干并不是很显，不是很明显，它就比较先细细的。但是我们如果是大叶种的部分，一枝或两枝，这个就是像那个树的那个样子，它就是旁边没有一些分枝，这边没有分枝出来，这个叫做小乔木型啊。那当然是自然界，我们就是乔木，乔木就是树，它有一个高高的就是乔木。那我们因为我们茶叶不可能长那么高。我们没有像云南再这样采了，因为它 不方便去采收，那所以我们都会把用修剪的方式把它弄得矮矮的，我们就矮化它，修剪它，修剪之后它整个树高就被压低了，但是它的主干性还在，那这个叫做小乔木型或半乔木型，那这个叫做灌木型。那事实上我们在一般的小叶种，小叶种全部都是灌木型，然后大叶种里面就是我们的小乔木型。那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台湾山茶，台湾山茶是台湾独有的一种就是说一种的茶树，但是它原本是在茶里面，在杯种茶树里面，后来我们植物分类学家就把它分出来了，它变成独立的一个种，这个是我们的学名属名跟种名，那它们是同属，因为都是 Camellia 的属，山茶属，山茶属里面不同的种，这个就是茶树，栽培种茶树，那这种就是台湾山茶 Formosans， 所以这个就是福尔摩沙的意思，所以它就是指台湾的特有种，那跟大陆的话不太一样。那我们台湾目前的山茶主要分布在南投、嘉义、高雄、屏东、台东的永康山，那我们最近大概今年预期也会推一个新的品种，就是台湾山茶，今年预期我们的台茶24号今年预期会推出来。那在的部分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主要栽培种的一些面积啊，台湾最大栽培种的面积我们叫做清新乌龙，所以不管去到哪里每个茶区通通都有，不管去高山或者是平林或者是去那个什么台东，实际上都会有清新乌龙，连桃竹苗也都分布有一点点的清新乌龙，所以清新乌龙全台大概占60%，这个大概是我们100年的时候调查的，大概7、8年前调查的啦。那这里的第二大品种，大概是第二跟第三大的品种其实是一样多啦，那现在有可能这个更多了。第二大品种叫做台茶12号，叫做金萱，然后第三大品种或第二大品种叫做四季春，所以这三大就是占了我们全台湾的将近90%以上的那个量。那再来就是那个清新大胖，清新大胖就是桃竹苗专门做东方美人茶的品种，叫做清新大胖。然后再来是台茶13号，叫做翠玉。那这些的品种就占了主要，像台茶18、台茶21一些其他的品种，其实它的量只有大概2%、3%而已，其实量是非常少的部分。那再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些的那个什么栽培种之间的那个特性。那像清新乌龙，它的名字又叫做中啊，或者叫做软枝乌龙。这个是它的那个其他的名字，那我们这种都是属于五大栽培种，都是小叶种。那清新乌龙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好，它的香气就是我们一些花香、兰花香，它很适合做我们包种茶跟乌龙茶的部分。再来是台茶12号，就是金萱，或叫做李奇拉。李奇拉的意思就是因为它的品系名，当初它的品系育种的编号2027，所以他们的南部的人就是叫做李奇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台茶12号，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奶香味，那做茶很容易出现奶香味。那当然我们也是属于包种乌龙茶的品种。那四季春他们叫做树龟啊，就是四季的意思，那它的特色的香气非常的强，它是属于一种叫做野花香或一些杂花香的味道，但是这种香气很适合做冷泡，很适合做冷饮茶，像泡沫红茶很多的品种都是拿这两个品种做的，四季春跟台茶十二号，还有一个清新大胖，这三大是我们比较常见在做我们一般泡沫红茶的那个茶叶。那台茶13号现在其实量已经比较少了，它事实上是跟我们台茶10号一起推出的，叫做翠玉茶，然后又叫做那个什么，就是李高啊，这样它的那个也叫它的品系编号叫2029，所以叫做李高啊。那它的特色的香气像是槟榔花香或野姜花香，这个是它的特色的香气。那再来就是清新大胖，
青筋大胖的话，又叫多那个什么多胖，它有这个字实际上念某啦。如果你要打字，要念某，有没有的那个有，然后去掉两点就变某么偶某这样。但是他们俗语都会不会，你去产区没有人会讲到是那个大某大某，他们一定讲大胖，因为这个是那个客家话跟台语里面转过来的一个字眼。那这种茶叶，它是一种叫做广式自信的品种。广式自信的意思就是它什么茶都可以做，绿茶也可以做，红茶也可以做，然后包种茶也可以做，东方美人也可以做。但是它有一个最好的，它如果做包种茶会输前面四个，但如果它做东方美人茶就赢前面四个品种。所以它青筋大胖有一定它的特色。那不同的品种，它的外观长得也不太一样，它的香气也不太一样。那除了这五大品种，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特色的品种，例如像我们的清新甘仔。清新甘仔的部分是在我们在三峡一个做绿茶的品种，那它的名字又叫 Gamma John。 Gamma John 的意思就是它长得比较像橘子的叶子，它长得很像橘子的叶子。有时候近看以为那个，如果对茶比较不懂的去看，以为那个好像是种柑橘树。因为在我们三峡有几个特产啊，一个就是绿茶，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柑橘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绿竹笋。那所以的话，他们有时候会把这两个搞错。一般观光客有时候在那边看的时候，以为这个是橘子，但是因为它是灌木型的，它实际就是我们矮矮小小的茶树这样。那再来的部分就是铁观音，铁观音的部分它专门做铁观音茶。那茶类的分类我们待会会看。那再来，这两个也都是小叶种啊、哦。那再来看我们三个大叶种，三个大叶种里面就是台茶十八号，台茶十八号的部分我们叫做红玉。红玉的部分，它是一个我们在民国八十八年推出的一个品种。那八十八年，大家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吗？民国八十八年，大家有没有回忆？大概二十年前吧，十九、二十年、二十年前，刚好二十年前了。对，八八水灾不是，有一个更我们前两天才遭遇到的啊，地震嘛，对不对？九二一就发生在那个什么。民国八十八年，那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主要受灾最严重在哪里？就是中部啊，中部，然后就是南投那边是最严重的。那事实上震坏了很多东西，那所以的话，那边那时候非常的惨，那整个产业红茶的产业整个被垮掉了。那事实上我们在红茶的产业，经过那次九二一之后，那个时候政府开始大量投入一些资金，那我们顺势。因为我们本来就要推这个品种了，刚好有一些政府的资金来协助我们推广这个的品种台茶十八号，那顺便就把这个品种整个带起来。因为它这个品种的部分，它有一种叫做肉桂香薄荷味，所以喝起来是凉凉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喝过，如果没有喝过，下次我们去你们去鱼池分厂的时候去喝喝看，因为这个是当地最重要的一个品种，现在支撑他们经济最大的品种就是在我们台茶十八号的部分。它有一个部分是 外国品种没办法取得的部分，因为它是利用到我们一个叫做缅甸的种大叶种跟一个台湾山茶杂交出来的。那我们讲过，台湾山茶只有台湾才有，所以外国没有这种味道。那外国的品种只有一般红茶的味道，大叶种就是那种收敛性，然后比较苦涩味比较强的味道，但是没有这种薄荷肉桂。那这两个主要都是因为山茶去贡献出它的一些特色的香气。那再来就是台茶八号，那台茶八号的部分，它的叶子非常的大，因为它也是大叶种，那它是大叶，它是我们主要栽培品种里面最大叶子的，就是我们的台茶八号。那这个的种主要当然就是生产我们一般的红茶，那一般当地人也会叫它阿萨姆啦，阿萨姆有分为是阿萨姆野生种跟阿萨姆，就是台茶八号。那价格也会不太一样啦，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台茶二十一号，二十一号的话我们叫做鸿运。鸿运的部分，它是属于它的香气跟上面又不太一样，它是属于柑橘跟柚子香的一种茶叶，那它就喝起来就有一种橘子的味道，橘子树的那个味道，柚皮的那个味道或柚花的那个味道。那在这个里面，它主要是一种，就是它的血统里面有一个是大叶种，还有另外一个是小叶种，是由安徽的一个叫做祁门引进来的一个种，我们跟它做杂交。那它就带有这种柚子香跟橘子的香气。如果下次如果去鱼池分厂也可以，因为他们也这两个品种也是常常会出现的品种，所以可以喝喝看，比较他们品种之间的一些差异性。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台湾茶叶的一些品种的地图啊。那这个旁边的茶是台湾的茶类，几乎从北到南，几乎通通都有茶，连外岛的马祖也都有分布我们的茶叶。马祖有那个什么红茶，从北到南，大概目前大概只有台南没有分布茶叶。那以前是屏东只有一点点的港口茶。那现在我们在农林公司，在我们那个一个叫老皮农场那边也开了一个500公顷的，所以我们大概这几年，他们这边会是一个示范的基地，主要生产是饮料茶的部分。那我们从上面开始介绍好了，从我们北部的部分呢，最多的还是清新乌龙跟台茶12号。那其次，这个就是做文山包种茶，它什么茶都可以做啦，文山包种、洞顶乌龙可以做。那这个茶区就是做文山包种茶的。到了三峡就有清新甘仔，到了木栅就有铁观音，然后到了那个石门，石门就是北海岸靠海的地方，靠海的地方有一个品种叫做印支红心，全台湾也目前也只有他们出产这个印支红心的这个种。然后再来到了我们在桃竹苗一带，就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刚刚讲过，就是清新大某、清新大胖这个品种。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到了南投，南投茶区的部分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清新乌龙、台茶12号，像民间竹山就是四季春是产量最高的品种。那我们在中大概日月潭这边，我们就是大叶种为主。那在我们的高山茶的区域，就是以清新乌龙、台茶12号，这个就是嘉义的阿里山的高山茶。那这边的话是那个什么梨山高山茶。那中间还有一些仁爱、信义、雾社的一些茶叶，通通都是我们高山的茶区的部分。那我们回到东半部，东半部的部分主要的茶叶，因为宜兰它比较平地。它的茶叶它品质没有像其他，但是他们有分生产一些其他的特色茶类，像我们的台茶12、台茶13跟清新乌龙是他们比较多的部分。那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因为它天气比较热，也是属于平地茶园，所以它专门生产的部分就是像大叶乌龙、清新乌龙12号。那在花莲的部分也有8号、18号等等。那这边有一个屏东最南端的部分，我们生产石茶。所谓的石茶是用到种子繁殖的茶，叫做石茶。也就是说，每一株我们看起来每一株的样子都长得不太一样，用我们叫做石生苗去繁殖的。但是其他的部分，我们全部都是用扦插或者是其他无性的方式来做繁殖。像三峡有些用压条，然后有些用扦插的方式来做一些繁殖，所以这个是全台湾的一些比较的差异性。那全台湾大概有3个地方的茶靠近海边，一个就是刚刚讲过石门乡，另外一个就是在石门的这个印支红心，他们叫石门铁观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屏东港口茶，茶区就直接看得到大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马祖的部分，在南竿一看过去也都是大海。目前这三个茶区都看得到大海，其他大部分都分布在山区或丘陵地。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就是特色茶类。那我们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有8大的特色茶类，那我们依据不发酵来看，我们就是绿茶。绿茶里面比较著名的就是三峡的碧螺春跟我们的龙井茶，但是龙井茶喝的人越来越少。再来是部分发酵茶类，从发酵程度的轻到重。那部分发酵茶类以前我们叫做半发酵，但是半发酵会让人家以为是只有一半的发酵，事实上不一样，因为它的发酵程度会随着每种茶类不太一样。这是从轻，这个是最轻到最重的文山包种茶，再来是高山茶，再来是洞顶乌龙茶，再来是铁观音茶，再来是红乌龙茶，最后是白毫乌龙茶，就是东方美人茶、碰碰茶或蓬蓬茶等等，不同的产区的名字不太一样，所以可是通通都叫白毫，学理上我们叫做白毫乌龙茶。那全发酵茶类就是我们的红茶类。那不同的特色茶类当然就是外观不同、水色不同，所以就是发酵程度越轻的，或者这个就是不发酵，就是偏绿；发酵程度比较重一点的，或开始是轻发酵的，颜色开始变成是蜜黄，然后开始变成是这种开始红色的程度开始增加了。到红茶就是指全红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从不发酵到全发酵，中间就是部分发酵它的颜色的变化。再来就是我们的特色的产区，那从北到南，然后离我们台北比较近的。最北的马祖不要算，以本岛最北的就是我们在石门铁观音的部分，它大概应该分布在这个位置啊，在富贵角的那附近。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像文山包种茶，大概是以平林为主，
平林、石碇、新店、汐止这一带，通通都是我们文山包种茶的产区，大文山区。这个是古代，因为文山的意思是让古代，它跟那个木栅、景美不太一样，它是古代在日本的时代，我们叫做划分，叫做文山堡，把木栅那一带全部通通整个叫做文山堡。那这些文山堡的部分，所以他们叫做文山包种茶。那所以的话，跟现在的文山区其实名义上有点不太一样。那再来就是说，在新北的三峡有绿茶，那在我们的那个木栅就是猫空有铁观音茶，那在桃竹苗一带就是东方美人茶或碰碰茶，那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我们叫做高山乌龙茶。从宜兰有部分茶区，有一个叫做南山四季的茶区，就是生产高丽菜的那个故乡。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些高山茶，台中就是梨山这些茶区。那再来就是说，这是仁爱、信义，然后这里是阿里山。大阿里山区啊，就是包含是梅山、竹崎这些，通通都是那个什么，超过1000公尺以上，我们叫做高山茶区。再来是说靠近鹿谷、竹山的这一区域，我们叫做洞顶乌龙茶区。那鱼池、日月潭区，我们叫做红茶产区。再来是在高雄一个六龟有一个专门的野生茶树山茶区。屏东东港这边是有一个那个港口茶区。然后那在那个台东的鹿野为主，然后往外扩是红乌龙茶区。那在宜兰的部分，以东山为最大宗，三星、大同这些我们叫做半球型的包种茶区，就是宜兰茶或蓝阳明茶的区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特色的茶类。那我们这边会介绍茶青的采摘标准。大家觉得我们采所谓的茶青，我们刚才讲茶青就是说我们要制茶前面的那个东西，我们叫做茶青，最精华的部分叫做茶青。那我跟大家沟通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所有的茶都是一样的茶青的标准吗？不是。那不是的话，那如果我们问绿茶它要什么样的标准，那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就分了老中嫩好了。绿茶要嫩还是要老一点，还是要中一点？要嫩。那如果包种茶呢？中。然后有要老的吗？红茶要也是要嫩。对，实际上我们当然不要老的，太老就不要，但是至少要中到老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包种茶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小，这个就是绿茶的标准，一心一叶到一心二叶，而且它的，你看它的叶子，实际上最好的标准，它并没有横张哦。我们台湾大部分的品种叶子会横张，只要它越成熟，它就越开面，所以它们叫开面嘛，它就越打开。然后那我们这个绿茶的标准，一心一叶，所谓的一心就是我们的叶子，它的叶子还在卷起来，它的叶子这你看它这片嫩芽的部分，它是卷起来的，这个就是还没有打开来，它还会持续往上生长。但是我们就采这个一心旁边这个一叶，或者是一心一叶二叶一心两叶的位置，那这个就是我们绿茶手采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还没有开面哦，还不能打开哦。它的叶子大概还是以朝上，因为越嫩越好。绿茶的标准就是越嫩越好，越嫩它的茶氨酸比例会比较高，会比较甘甜。因为每种茶要求的不太一样。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是部分发酵茶类的，像包种茶、文山包种啊、高山茶、洞顶乌龙、铁观音，它要求的标准就不太一样。一心三叶，对口三芽。对口芽三叶等等，那所谓的一心三叶也是一样，心就是指这里，一二三，一二三。那这个什么叫做对口芽？我们心芽原本是卷在一起，当我们心芽打开来，我们就开始，因为它到每一个季节，它一定会有一个停止生长期，它的叶子打开来之后，就会变成像这样子，这个就是开面了。那我们用小开面、中开面、大开面，那一般来说，我们要的大概就是中开面。至少要中开面会比较好。那我们也就是说，这两个里面都有，我们分布一个比例，不同茶类的比例又不太一样哦。不同茶类，像文山包种茶，文山包种茶最重什么？香气还是滋味？香气。那重香气的，它的叶子一定要比较成熟一点，我不能太嫩采，太嫩采它香气会不足。那所以的话，文山包种茶它的比例大概50%到70%，也就是50%到70%都是它。然后大概5%到3%是这个芽，所以就是它的对口芽的比例要比一心三叶芽的比例要高。
但是如果像我们的高山茶、冻顶乌龙茶的部分，它的比例会占比较多，那这个会这个占的比较多，然后反而对口占的比较少。所以每一种茶类它的标准，事实上细部标准又不太一样。再来，我们看一下红茶，红茶的部分它的标准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大，因为它要全发酵。如果我今天会用到都已经到对口，它的发酵就非常难发酵，因为所谓的发酵要让它走水，走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叶子越大，当然是它走水能力就越慢。然后如果它的叶子都已经到对口，它的已经有点纤维的话，事实上它走水就不容易。所以的话，我们一般的红茶也是要采比较嫩的茶青，但是它又比绿茶稍微没那么嫩。绿茶最嫩，再来就是我们的红茶的标准是其次，那部分发酵茶是属于比较中的部分。那还有一种特殊的茶类，我们这个叫做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它一定要经过，因为它有一种蜜香味，它一定要经过这种虫叫做小绿叶蝉危害之后，它才会有那种蜜香味。但是因为经过虫害咬过，它就不会像我们刚刚茶叶哦，你看茶叶我们这个叫做节尖长，它的节尖会抽高，会抽长，这个是正常的状态，没有病虫害危害的状态，它会这样好好的长。但是如果我经过病虫害危害之后，我的生长就会长得比较不好，然后它的节尖会看到它的节尖是不是短短的，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大概我们也快到了，大概端午节就是芒种的前后，这个虫是最多的，这种小绿叶蝉虫是最多的，所以它的蜜香味会最多。那我们观察的特色就是节尖越短，然后叶子摸起来质感是很硬的，那前面的摸起来的质感都是柔软的哦，但是这个摸起来是硬的，这个摸起来是硬的，而且它的叶子会微微翘起，类似我们叫做船形，像一艘船的样子，甚至边缘如果危害比较严重一点，边缘都会有这些焦枯，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小绿叶蝉，因为它的数量很多，我们危害之后它会慢慢脱水，它就长不大，它就会长成这个样子。那小绿叶蝉把它的口水跟我们的茶叶的成分混在一起，就会产生那个蜜香的成分。那前面介绍到我们一些茶青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八大特色茶啦。那这些特色茶的部分，我们就讲绿茶。绿茶事实上是以三峡生长的碧螺春最具代表性。那这个制茶的过程是不烘焙，它是属于完全不要烘焙的茶叶，因为它要求它的新鲜，它的那种爽快的那种味道，鲜爽味。那它是属于部分发酵茶类，那我们把部分发酵茶的发酵程度当作零，也就是氧化程度当作零，一进来就杀青。但是台湾的碧螺春的味道跟日本绿茶跟中国大陆的像杭州那边的绿茶的碧螺春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太喜欢纯叶子的味道。那日本绿茶跟那个什么杭州那边的绿茶味道都比较淡薄，它是那个是最新鲜的。台湾事实上我们的发酵程度其实不应该是零，它应该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发酵，因为我们有放着尾雕，通常会放一天，放一天之后再来杀青，是不是它是有一点接近部分发酵茶了。那这个的茶，这个茶区的部分生产清新甘仔为主，那这个就是我们清新甘仔，它的叶子有点像那个什么柑橘的叶子，它叶子会内折会卷起来，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品种的特性，然后采非常嫩的部分。那另外像桃竹苗也有，像清新大胖、台茶十七号，因为其他的品种也可以生产一些绿茶。那最著名的还是在我们的三峡的部分。那这种绿茶的制法，从茶青新鲜的一采下来之后，然后我们经过有些人会直接杀青，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会经过一点室内微雕，但是不去搅拌它。有经过尾调，理论上它不能叫不发酵了，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把它，因为它的发酵程度很轻，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定义成不发酵茶。然后经过室内尾调大概一天之后，我们就去杀青，再来就是揉捻，再做一些干燥的动作。那我们的茶叶，因为它的嫩芽比例非常的多，那所以嫩芽上面都有绒毛，那所以的话我们看这种茶叶的话，就是外观其实就是纤细，因为我们采出来的茶青是很嫩的，然后它的卷曲自然卷曲，这个是那个碧螺春，碧螺春就是自然卷曲的状况。那好一点的茶叶要白毫要多，所以你看到的茶叶白毫越多，代表它越高级，而且越新鲜。你茶叶如果放很久，它的白毫会慢慢脱落，
那所以它这种茶叶特别，也就是白毫也要多。那泡出来的汤色是要碧绿的，是绿色的颜色，因为这个可能投影的关系，可能颜色会有点误差啦。那事实上它是比较偏蜜绿、碧绿的这种颜色。然后那它的味道要求就是蔬果香或者是绿豆香，它要比较鲜爽的滋味。所以这种茶叶我们一定要新鲜喝。那现在刚好是最盛产期，因为刚好现在是清明节的附近嘛，现在大概是最好的季节，因为我们现在太阳比较，就是日常的时间没那么长，而且日光常常因为春天都是云雾缭绕，所以那个阳光并不是那么多。那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它的茶氨酸分泌的会比较高，茶氨酸就会让我们茶叶产生一些甘甜的部分。那所以这个季节明前茶的部分是最好，当然其他茶季也不错啦。那再来的话，就是看一下我们的文山包种茶。那文山包种茶是我们的大文山区，是古代叫做文山堡的一些区域，包含是平林、石碇、新店、深坑、戏子等等，包含是南港。南港是文山包种茶的那个起始地，那是真正发扬光大，目前是在大概是平林市发扬光大。那主要这些茶区都围绕在我们这个翡翠水库的周遭，那旁边就是种了我们的很多的茶树。那这个的地区以青青乌龙为主，那十二号为辅。那采摘标准的话，大概就是一星二叶到三叶对口芽，对口芽的比例要高达大概60%到70%。所以它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讲文山包种茶，它要做香，那它的叶子成熟度要比较大片一点，比较成熟一点，它会做的比较香。再来的部分，这种是属于清香型的茶叶，所以它是比较偏生茶类的。那清香型的就是属于轻度萎凋、轻度搅拌跟轻度烘焙的轻度的那个发酵程度。那发酵程度8%到10%，这个只是参考，因为这个变化很大。然后呢，它的制茶的程序跟我们绿茶不太一样喽。我们的茶青我们要先晒太阳，绿茶有没有晒太阳？没有嘛，对不对？绿茶一进来之后就杀青，或者是室内萎凋，但是那个什么就没有日光萎凋。那这个的部分，它要先日光萎凋，因为我们的茶叶它成熟度比较足，它要经过先日晒之后，把水分先脱掉，让把它水分脱掉之后，我们再来做后面的动作。如果这个动作不做，如果今天下雨天，通常农友不太会采茶，因为没有阳光。那如果真的一定要采，他们必须要用的热风萎凋机，但是制茶的品质就没那么好。就是取代日光萎凋的一种机器，因为我们这边一定要大部分要把水分先退掉。如果我的茶叶在这边的水分退不掉，到后面其实很难退，它的茶就会不好了。那日光萎凋下一个步骤就是室内萎凋。室内萎凋的部分我们分为两个步骤，一个叫做浸渍，一个叫做搅拌。那室内萎凋的部分就做了这两个步骤，但是文山包种它的制程是非常长的哦。室内萎凋的浸渍搅拌，这个时间大概就要，我们如果我们算一次，浸渍一次至少2小时，然后一般的茶叶搅拌4次到5次，那我们萎凋时间要多久？至少也要大概12个小时哦。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早上进来的茶青，我们经过日光萎凋大概20分钟到40分钟，然后经过我们的室内萎凋大概要8到12个小时之后，通常早上进来的茶青一定要到晚上10点12点之后才能炒青哦。那这边就是杀青，那我们的杀青通常是用炒青，日本是用蒸青，用水蒸气。然后那我们的台湾的部分全部用杀青，台湾不太喜欢用蒸青。所谓的蒸青的话，就很像我们在吃菜，吃烫青菜，我们就是蒸青，因为只有水。那如果是炒青，我们就很像炒青菜，炒青菜比较香。然后那个如果烫青菜比较接近原味。那杀完青之后，它的酵素被停止作用之后，我们就揉捻，我们整形，我们用那个类似洗衣板的东西去搓它，我们叫做望月形啊，它是一个圆盘的，然后它会这样一直转转转，然后转完之后，那个就是揉捻。然后搓成我们的条索状，所以我们的文山包种它属于条索状，然后再把它干燥。那所以它真正的外观是自然卷曲成条索状，而且它的颜色是要墨绿的颜色。那如果它的颜色开始退掉，也就是代表它不新鲜了。那这种茶叶也是要新鲜喝，因为它是属于生茶类，它还会变化，所以也是要跟绿茶要新鲜喝。
那汤色是蜜绿蜜黄的颜色，这个汤色会比我们的绿茶颜色偏黄一点。那因为它有一些比较强的发，它有一些发酵在里面。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有一些花香味，然后它的味道要鲜活的味道。再来就是高山茶，高山茶的部分就是泛指我们大概1000公尺以上，我们叫做高山茶。那高山茶主要分布像是台中的和平区，就是梨山、南投仁爱、竹山，竹山就是三林溪、信义乡、水里的玉山、嘉义的阿里山区、梅山、竹崎、番路、阿里山。那这个是整个叫做阿里山茶了。那再来就是说，像花莲的大雨岭、宜兰的南山四季茶区、桃园的拉拉山、新竹像五峰，有一些茶司马库斯那一个茶区里面也有生产高山茶了。那以品种还是以清新乌龙为主，十二号为辅。那采摘的标准，我们也是要有对口芽，但是对口芽的比例没有像文山包种茶来的那么高。那再也就是我们这个高山茶的制法，它属于轻度萎凋、中度搅拌。所谓的搅拌的意思就是萎凋，我们是让它慢慢放着，文山包种茶也要萎凋，让它慢慢脱水，让它慢慢自然的变化。那中度搅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靠，因为它萎凋休息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必须靠手或机械去帮它去促进它搅拌，促进它让它重新恢复。那我们搅拌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互相在那边撞击，撞击之后会加速它脱水，加速它我们叫做走水。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搅拌的目的。那我们刚刚像文山包种茶是非常轻的，看到他们手都是非常轻，那这个已经到中度了。中度的部分就是手的力道 加比较重一点，然后另外我的搅拌的次数增加一点，这个叫做中度搅拌。再来就是这个属于轻烘焙，轻烘焙的一种茶叶，那属于中度发酵的一种茶类，它比那个什么文山包种茶发酵程度再重一点点，但是它发酵程度也算是比较浅的。那它的做法，前面做法跟文山包种茶很像，茶精，但是茶精标准不同哦。然后日光萎凋、室内萎凋，那这边的搅拌的程序也不太一样。那做完之后也是杀青揉捻，那揉捻之后我们要经过出干。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外观，我们的文山包种茶属于条索状、自然卷曲状，但是到高山茶都是球形的。球形的部分它的做法就是覆炒、团揉、干燥。所谓的团揉就是指包布球，我们把茶叶，把这些的那个揉捻之后、出干之后的茶叶装在一个白色的布巾上面，把它装起来。然后我们会用一台机器叫做塑包机，塑包机的部分就会把它变成一颗很大的一颗球，它会这样转。塑包机或莲花机，它的话会抓住那颗球，因为我们先把它包起来，我们要把它挤压挤在一个布袋里面。那塑包机的部分就把整个布袋捆成一颗球，我们叫做塑包机。然后我们塑包机拿出来之后，那一颗大概叫25到30台斤，把它一颗拿起来之后，放到我们另外一个叫布篓机。布篓机的话，它的概念就是两台，两个望月形揉捻机是一个碗，然后那个什么，如果是布篓机是两个平的，两个平的，那上面都有那些齿，我们可以帮助搓揉它，然后那个就是布篓机。那但是我们如果经过一次的塑包，经过一次的布篓之后，事实上它只会改变一点点的形状，它原本从条索开始慢慢卷曲一点，卷曲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动作反复要回到我们的一个覆炒的动作，再去团揉。那这两个动作，这些动作一直重复。一般如果像我们高山茶，大家觉得是说我们这个覆炒团揉的动作需要大概几次？这个大概要需要几次做这个高山茶？一般我们提示一次，如果做越多次它越小颗，那如果做越少次它就会看起来比较大颗一点。对，要几次？五次。还没有再多，大家都非常的保守。对，七次，事实上我们至少30-40次是需要的啦，至少。而且你可以想，我们的因为这个前面是我们制茶班是一个独立的，在前面是一个制茶班，到后面一定要身强力壮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一颗就是25到30台斤，25到30台斤一颗多重？20公斤嘛，就是一包肥料，一包有机质肥料的重量。对啊，所以是非常重，而且每天就一直搬来搬去。他把茶叶搬起来，又丢到他的所谓的覆炒，我们叫做杀青机，就炒青锅，要把它搬到炒青锅丢到里面去，然后稍微回润。因为我们经过团揉之后，它的水分会脱掉，那水分脱掉太多的话，它会干掉，会脆掉。
所以我们必须让它重新再复炒，它的温度就它不是炒青的温度哦，不是杀青的，它大概温度大概100度以内，让它重新回润，水分会回来，然后我们才可以继续把它去揉它，然后这个反复的动作，然后再去包布球，然后再去揉，然后就一直在做重复的动作，这个也通常也要好多天，大概也要好几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因为一次通常也要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我们可以想象三十几次要几分钟，所以这个的部分通常在做高山茶的部分，前端是一个另外一组制茶的人，在后端又是另外一组制茶的人，因为要接力完成，那前端有人专门在采茶，到了第二个工班，在工厂前端，那工厂后端，最后才进干燥，所以我们一个高山茶会经过多少的人工。再来是说这个茶叶它要求的颜色就是蜜绿蜜黄，它的颜色会比文山包种茶的颜色再深一点点，然后它主要它要求的就是说带有活性，然后它的香气跟滋味并重，文山包种茶重香气，它的滋味有些人会觉得比较淡薄一点，但是高山茶的部分它是兼具香气跟滋味的一种茶叶，当然香型是不太一样的，那它的滋味因为它里面种在高山，高山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长在比较深山的地方，那深山的地方它云雾缭绕，台湾的山都是云雾缭绕，它生长的速度就会长得非常的慢，茶是需要慢慢的就是吸收天地精华去慢慢累积它的一些重要的成分，所以的话，所以它吸收非常慢的话，它的一些所有的滋味一些珍贵的精华都保存在这里面，所以它的香气的滋它的滋味跟它的香气就会跟别种茶类不太一样的地方。再就是请问一下，你刚刚那个团揉啊，对，我都很纳闷，就是你一个布把它包起来这样揉，那为什么会一颗一颗的呢？那我们一般在搓汤圆的话，不是要一颗一颗这样搓才会？对，搓汤圆的部分，我们一般可能古代不是用那个盘子嘛，对不对？那也是类似我们像加力的东西嘛，就是我们叫加力，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搓汤圆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干某，好，干某那应该就是软的，对不对？那它会在那个下面碰的时候，是不是会对伤对叶子产生伤口？对汤圆不会怎么样嘛，反正里面有加粉上去嘛。那我们茶叶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加什么东西在上面嘛。所以如果我们在做那样的动作的时候，它会产生伤口，对我们茶叶就不好了。对，所以我们不会做那种动作。那我们做的方法是用包布巾把它保护起来。那我们讲过，原本是直直的，但是每包一次，它就会因为我把它强力把它折起来。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中，就是把一些长长的东西把它包起来，然后捆得非常的紧。事实上那个是靠机器人工没有办法的、哦、古代都是靠手拿一根杆子插到里面去转它，一直转转到极限，然后让它撑一段时间，然后再到那个布篓机再去上下去挤压它，所以一直靠物理的挤压的作用产生那种形状。那我刚刚讲过为什么要三四十次甚至要更多的次数，因为一次你看其实看不出来，两次看不出来，然后你第一次跟第十次你就肉眼、欸、就发现、欸、它开始已经弯弯的，大概十五次之后它就变成一个 C 字形了，原本是条条的，然后开始慢慢变弯弯的，然后最后面才会变成一颗球，它是硬挤出来的，它是靠人硬挤出来的。那所以的话，目前事实上像我们在高山茶有另外一种我们叫做豆腐机挤压式的，因为它我们刚刚讲过它是靠物理的挤压的方式，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有一种叫做豆腐机的部分是加强它，它是利用到直接就你把茶叶放到里面去，它会变成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不一定，它是直接靠外力，就是靠油压的机器去推它，但是硬挤下来的结果那个茶会不好，因为它的形状不会变正圆，它只反正就是跟你挤歪会挤成歪七扭八，但是它次数会减少很多啦，它不会到三十五次，它可能只有二十次就可以强力整形，但是因为你次数让它因为你是强力整形，一次施力量太大，它会碎掉，然后它的茶汤泡出来会混浊，而且茶汤底下会有很多的渣渣会在下面，所以那个茶就品质并不是很好，但是非常成功。因为高山其实现在这种工的能力其实非常少，因为制茶的能力，因为这个一定要年轻人啊，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其实搬，因为真的搬不动，那个非常的重。所以通常是年轻人，年轻人不愿意来做茶，所以的话，我们有一些的机器已经是改良的，但是我们现在希望说配套就是说豆腐机搭配我们一般所谓的莲花机，或者是说塑包，或者是布球机，要能够互相搭配，不要全部都只用豆腐机。但是如果你用全部莲花机的部分，
因为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搭配来做一些使用，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依靠物理性的东西去把它挤成是一颗球的部分。再就是我们的洞顶乌龙茶，洞顶乌龙茶也是以鹿谷竹山为产区，品种以清新乌龙十二号为主，那它的对口芽的比率是跟高山茶的比率是比较接近的。那这种它也是球形的，所以它的做法事实上它也会跟我们的那个，它也是一颗一颗的，它也会跟高山茶一样，但是它的萎凋程度、搅拌程度、烘焙程度不同。那它是属于中度萎凋、中度搅拌，但是它的烘焙，高山茶是属于轻度烘焙哦。然后那我们的这个洞顶乌龙茶属于中度烘焙，那发酵程度大概这个也是做一个参考而已。那它的做法其实非常的接近茶青、日光萎凋、室内萎凋，包含浸渍搅拌、杀青、揉捻、出干、覆草、团揉、干燥，多一个烘焙。我们干燥这边已经变成是一个毛茶了，毛茶之后再去加强烘焙，所以我们说烘焙是独立的，烘焙跟干燥不太一样哦。就是我们干燥的部分只是把水分脱掉，那我烘焙的部分是希望说改变它的风味，让它整个风味变得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叫做焙火味或火味，就会透过这个部分把它加强进去。那高山茶不会有火味，一有火味，待会我们有准备一个红乌龙，红乌龙的部分就有烘焙的味道，待会可以喝看什么叫做烘焙的味道。再来是说这种强调也是要墨绿鲜艳，而且要茶叶里面带有油光，这个 是比较品质比较好的部分。那汤色金黄具焙火香，它的汤色就会变成是金黄到比较深黄一点的颜色，这个就是爆布球了。他们爆布球的部分，他们就会把布巾把它打开来，那把茶叶塞到那个什么这个布巾里面去，然后以前的是拿一根杆子去转，但是现在不太可能，一定就是拿塑包机。放到塑包机之后，塑包机的概念就是四个滚轮，然后把这个东西稍微包一下之后放到上面去，上面有一只杆子把它拉下来就固定。那也就是说中间这个，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杆子固定到上面这个东西嘛，固定它就是一个支点，那这四个滚轮开始转动，它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转，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它把这个绳子收进去之后，它会自行变成一个结，就像我们女生在绑那个什么头发后面那样子，变成一个结，这个就变成一颗布球了。那我们就会去那个布揉机里面再去揉它。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铁观音茶。铁观音茶的部分，它主要是产在木栅跟石门，它主要是利用到铁观音的品种。那这个是印支红心的品种，它们两个不太一样。那如果以在木栅茶区，如果以铁观音品种做的，我们叫做正从铁观音。那如果不是以铁观音，像他们也会用十二号来做，那一般就只叫铁观音茶而已。那这十二号武夷梅占这个叫做铁观音茶，但是如果铁观音的品种叫做正从铁观音，也就是说最好的意思。石门茶区的话是以印支红心，那它的那个采摘标准，事实上它也是跟我们高山茶这样的比例标准比较类似。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做法，它的做法的部分，中度萎凋，重度搅拌，所以它搅拌的次数跟强度增加。再来就是说，它特别强调重度烘焙，也就是说它的烘焙程度是非常的重的，但它是属于中度发酵的茶叶。然后那它的制法跟洞顶乌龙茶有点类似，有点不太一样。前面的一定都一样，茶青、日光萎凋、室内萎凋、浸渍搅拌，因为这个一定都是清茶类的。我们现在讲的所有都是清茶类喽。这些清茶类的做法前面都一模一样，一直到这边都会一模一样。但是细部像搅拌的次数、搅拌的重量可能不太一样。一直到这边出干，然后覆草、团揉、包布背，然后干燥。那中间这个部分，刚刚我们叫做覆草、团揉、干燥嘛。但是在这个铁观音的部分，一般我们的在包布桥、在高山茶、在那个洞顶乌龙茶，它的焙茶的方式是我把它放在外面室外直接去做团揉，但是这个的部分，因为我们要一直去焙火它，所以它是放在我们这种烤箱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焙笼啊，在焙笼上面，或我们有一些别种机器下面是会加温的，加温的机器在里面再去做团揉，所以跟我们一般的那个什么高山茶跟洞顶乌龙茶制法差别在这边。有了这个步骤之后，因为它是在热的时候形成的形状，它就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果香味。那它的外观其实比简洁度会比
洞庭湖红茶更紧洁，那水色的琥珀带油光，然后它的水色就会更深。那这个的话一般来说比较高级当然是用碳焙啦，碳焙的话，但是因为现在碳焙的人力也比较少了。你说碳焙是木炭的碳，木炭的碳，对对对，像龙眼木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东西。他们做碳的碳焙的部分呢、啊，事实上现在台湾应该没几家啦。那如果要你们如果要想去看像比较平地，其实在那个什么有记，在大台北有一个有记茶园，它还有这个东西。那他们就是下面就是一个水泥的东西，挖一个洞，挖一个洞之后，我们把所有的木炭把它埋在里面。当然木炭的选择要比较好的木炭，那把所有的木炭放在里面，它不像我们烤肉哦，烤肉是一片一片的生火起来就好了。那要火要明火，但是我们的炭焙绝对不能出现明火，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木炭把它打碎，因为我们如果中间有空隙就会产生明火。然后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空隙把它打碎变成灰，类似灰烬的样子，然后它因为它没有空气，因为它下面是密封的，它没有空气进来，它就会变成闷烧。闷烧我们就靠这个闷烧去下面这个下面有一个水泥的东西放木炭之后把这些焙笼放上去就慢慢烘焙。一般这个烘焙通常要大概是18天左右啦，所以18天所以非常的久。当然是说茶叶会一直换，但是那一锅里面通常18天，那18天都要有人顾，真的要人顾。因为我们在新店就有一个之前的案例，就是因为就烧掉死，就是茶农死掉了这样子。因为这个旁边都是竹子的，它出现了明火就整个就烧掉了。因为他们房子也都是以前是木造的房子嘛，就好像民国70几年就有我们的茶农就因为赔了这个，所以它危险度非常高。所以他们真正如果要一锅的话18天，所以他们通常没日没夜就要旁边看，因为他们睡觉也不安心啊。因为那个翻炒哪一个翻炒？你就茶叶啊，茶叶会换，但是木炭不会，木炭不会动，木炭18天。那木炭的部分就是维持，你只要让它燃起来之后，它会变成是白灰的状态。它也不可能有灰尘让它上来了，对，就是一直让它维持慢慢的烘焙。这个茶的时候会不会有木炭的那个味道？它有炭火的味道啊。如果你有龙眼炭，它有龙眼炭的味道啊。对，但是如果一般我们现在都是电焙了，电焙笼就是一般的烤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风味了。但是这个人家是为了那种冒着生命危险嘛。可以烘多少？不一定，我要看我要烘多少嘛。就是有的我要重焙，我就一批里面可能要3-5天。但是如果我只是做个浅焙，也许2-3天我就换一批，那当然还是要你上面的茶叶当然还是要搅拌啦，不然下面的温度比较高，上面对啊，那还是里面还是要去搅拌。但是炭焙的那个炭火不会去碰它了，但是他们师傅就想办法去把它弄好。所以他们在做那些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先夯实啊，就一直光每一锅里面就一直在那边夯夯1-2个小时，目的就是让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缝隙，因为一有缝隙就有危险。这个所以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看那个红乌龙，那红乌龙的话事实上是以台东鹿野为主产区。那因为台东鹿野它是比较南部，它是比较热的地区，它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它也是在它的海拔也不是很高，那海拔不是很高，茶叶的那种滋味就比较没那么好。而且台东先强调是说他要走一些有机啊、友善啊，所以他的虫就会特别的多。那有了虫危害之后，他又如果不是那种小绿叶蝉危害，那实际上对于茶叶的生长不好，而且制茶的品质也不好，所以他们就去特别去改善，改善一种新的方法。他们就利用到重焙的方式跟红茶制成的方式。那红茶是重发酵嘛，就是全发酵嘛。然后那如果是我们的焙火，它是用重烘焙嘛，或中烘焙，我们去焙火之后，我们结合到，就是说我们的红茶的揉捻，促进让我们的整个水色，因为红茶揉捻之后，它的颜色，茶晶的颜色就变这个样子了。那原本长这样，经过揉捻之后，这个就是红茶的揉捻机之后变这样。但是红茶不杀青，不杀青，杀青才有那个青茶的味道。那这个茶叶它是属于青茶类，属于部分发酵茶类，它有经过杀青，所以它是同时又结合揉捻发酵，又做一些杀青团揉的动作，又变，所以变成一颗一颗。所以它的制造过程属于重度萎凋、重度搅拌、中度烘焙、中发酵。那这个中度大概是中或重啦，其实因为每个人焙的不太一样，有些人就喜欢重焙，
所以中到重，它所出现的就会有熟果香的味道，因为这种制程里面就会有熟果香。那红茶的制程，它会有红茶的味道，所以熟果香再加红茶的味道。待会我们有准备一个，可以喝喝看，什么是熟果香的味道跟烘焙的味道。再来的部分，它的水色也是比较深呐、啊，它的水色看起来有点接近红茶的颜色。那滋味甘醇，适合冷热泡的新兴的，这个大概是民国九十几年之后台东分厂那边所开发的一种新兴茶类，大概也十年左右。那再来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东方美人茶，又叫白毫乌龙茶，那又叫做碰风茶。每个茶区的名字都不同。那像如果石碇就是这个碰风茶，那如果是新竹、峨眉这些地方，就是写一个蓬，就是一个肉，它是一个月一个肉部那个蓬恰恰那个蓬风茶。然后也有人就是叫做东方美人茶，所以每个产区，因为他们办的比赛办了很多场次，每个茶区为了跟人家区分，就会叫不同的名字。那桃竹苗以清新大棒为主，新北市石碇也有产清新乌龙，台茶十二号为主。那制法其实有一点点，每个产区的制法都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那这个茶最主要的重点就一定要有这个虫，这个叫做小绿叶茶。那事实上，小绿叶茶的部分其实上它就叫做浮尘子。那我刚刚看到旁边农场有种水稻，水稻浮尘子也是非常严重的嘛。然后比如说我们水稻应该偏白色嘛，或者是黑尾浮尘子嘛。那我们的是绿色的，比较漂亮，它就全身都是长这样。那这种虫越多的话，它的茶菁危害之后，节间缩短，然后叶子就开始变形了，这样子。那这种危害之后，它就会产生一种蜜香味，然后那熟果香是制茶做出来的味道，那蜜香味是他们做的。所以这种虫是属于好的虫，异虫看什么时候它是害虫，看什么时候。文山包种茶我不希望有蜜香味，文山包种我要有花香味，一被它咬过之后，农民就哀哀叫了。所以我们看季节，那如果是春茶，反而我希望说我们就做文山包种茶，到夏茶他们就做蜜香红茶或者是东方美人茶，他们会这样子来看。对，所以这个虫的出现时机也很重要，这样。那然后那采摘的标准当然就是一心一叶到二叶的部分，然后那这种茶的话是台湾最重度的发酵茶叶，它的发酵程度这个做一个参考。那它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制法，它的制法是茶青、日光萎凋、室内萎凋、杀青、浸渍回润、揉捻、干燥，它是属于条索状的哦，它是自然卷曲状或有点条，因为它的条因为没有像我们的包种茶的叶子那么大了，它的叶子小小的。包种茶因为采的芽比较大一点，所以它比较小小一点。那它是属于它在杀青之后，前面都非常的重哦，浸渍搅拌。我们日光萎凋，一般我们刚刚讲过，像文山包种茶，它的日光萎凋的时间，它可能才大概20分钟、40分钟，看阳光来决定。阳光强它就减少，阳光如果没什么阳光，像今天如果是阴阴的，它就会一直增加它的日光萎凋的时间。但是在我们东方美人茶，有时候光那个日光萎凋的时间，整个下午都在日光萎凋，它要完全让它水整个退掉，摸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硬，我们才会做下一个的部分。那个搅拌那个也是非常大力去搅拌。然后再来就是浸渍回润，那浸渍回润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就让它成为熟果香的一些味道，那我们加强它的蜜香味，就是在这个浸渍回润的这个动作。那中间它不团揉嘛，它只做一般的揉捻，它的揉捻它就是比较轻揉捻，因为你的揉捻如果太强，它的绒毛就脱落了。那这个品种这个茶叶叫做白毫乌龙茶，所以重点就是白毫要多，所以它的特色就是白毫芽尖越多越高级。在的部分，它有一种名字叫做五色茶，白绿黄褐红这五色茶。因为我们这个茶叶被这种小绿茶危害之后，它的产量一定大减，它的量非常的少。那所以的话，通常我们一天能，而且一定要手采，它不能机械采收。那所以的话，每天去采茶，只会采到一点点。那每天采一点点，明天又继续来采，然后后天又继续采。今天跟明天跟后天，它的茶青的老嫩度会一致性吗？所以不会，它就会有的是比较嫩一点的，有的是比较中的，有的是比较老的，对，颜色就会有出来。像这个绿的意思就是老叶的意思，老叶比较多就多一点绿。那白叶的白的意思就是那个新芽，新芽白毫比较多就是白毫的部分，
黄的部分也是绿跟黄是比较叶子比较成熟一点，就会变成是黄片，然后褐红，对，主要的话是这三种，白褐红这一定要，然后再绿跟黄让它的滋味变得更强烈，更不一样的味道。水色就是我们这种橙红色，那滋味的话就是醇厚，带有蜜香味，带有熟果香的味道。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红茶的部分。红茶我们有分为大叶种的红茶跟小叶种的红茶，大部分都是大叶种红茶，因为正宗的红茶都是大叶种。台茶八号、十八、二十一、阿萨姆山茶红茶，它强调它的收敛性。那大叶种跟小叶种比起来的部分，大叶种它的味道比较强，那小叶种滋味比较柔和一点，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的品大叶种的部分就是强调它的收敛性。那我们待会喝的一个茶叶可以让它体验一下，它虽然是小叶种，但是它的收敛性已经是小叶种里面最强的，让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再来就是鲜爽度，也就是说它也是可以新鲜喝，但是它红茶的部分它也可以放一年之后味道也不太一样。水色一定要红色，水色泡出来的茶汤一定要鲜红，然后或者是深红，然后要有品种香。六十八号就是肉桂或者是我们一些薄荷的那种凉凉的感觉。二十一号就是一些柚花香或者是一些柑橘这些香气，每一种的香气不太一样。那近年来因为小叶种茶树也来做一些红茶，那他们做的红茶就是一般我们就会变成是蜜香红茶类啊。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四季都可以产茶，但是春跟冬做包种茶最好，夏跟秋他们就会做成红茶，转另外一种味道。那这个品种的话就像四季春、清新乌龙啊、四季春、台茶十二号等等，也可以做小叶种红茶，但是它的味道就不强调收敛性，它的味道就讲究要回甘，要有香气。那它的制法事实上也会，这两种制法也不太一样。大叶种主要是在鱼池乡，就是我们今年志工们我们会去的这个地方，我们的日月潭的区域、瑞穗，然后全台湾夏季茶青都可以制作。那我们的红茶一定要夏天做，它的水色才会鲜红。如果我今天是春天，或者是说比较寒冷的冬天的时候，它的水色会退，会变成橙红色，它就不会是鲜红色，因为这里面的儿茶素的关系。再来说，它采收的也是比较嫩的一些位置。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制程啊，它是属于全发酵，这个是正常的制程。那正常大叶种的制程就是茶青进来，经过萎凋，这个就是萎凋，放在萎凋架上。萎凋之后揉捻，揉捻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是平揉机，一般我们用平揉去搓它。我刚刚讲的洗衣板就像这个，因为古代的那种洗衣板，我们古代洗衣板是直直的嘛，那只不过它变成是圆形的。那红茶的揉捻机它比较平，那如果是包种茶的揉捻机，它会比较碗状，就是形状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揉捻的时间，像我们文山包种茶大概只有五分钟啦，那但是这个的形状。这个的那个揉捻的时间可能要两个小时，至少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把整个组织挤，把它挤破。文山包种茶不强调把整个组织挤破，但是我们在红茶的部分一定要完全挤破。那挤破的下一个步骤呢，我们就开始发酵，揉捻两个小时，发酵两个小时。我们这边要加湿加温，让它发酵，让它整个颜色原本是绿绿的嘛，然后经过发酵之后就变成红红的。红色之后我们就去做干燥。那这个的部分事实上发酵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多酚类的氧化作用去聚合，开始这些儿茶素开始转变，去聚合就会形成茶黄质、茶红质，那这种的颜色就会转成我们这种茶汤是红色的这种颜色的部分。但是如果是小叶种的部分，小叶种红茶的部分它可能会有晒太阳，也可能会有搅拌，那红茶不搅拌，但是小叶种红茶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接下来比较一下这八大的特色茶类啦，就是说包含是我们的绿茶、包种茶、高山茶这些的比较采摘的标准，最嫩的就是我们在绿茶，然后其次的部分像白毫乌龙是特殊，其次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红茶，这是比较嫩的部分。那包种茶类的、乌龙茶类的都是属于对口芽比例要比较高的，那文山包种茶的对口芽的比例特别的高。那试采的季节大概就是每个茶有不同的试采季节，所以春夏秋冬事实上都可以有不同的茶，看你要喝什么样的茶类，那有不同的试制品种，这个请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红茶是不烘焙的。红茶不烘焙，对。只有干燥。
只有干燥不烘焙，烘焙之后它就去转换，我们是喝它的鲜爽味，一烘焙之后鲜爽味就 不见了。老师，那个烘焙是要加温烘焙还是就直接放在那边？烘焙一定是加温，不同的茶类烘焙的温度不同，还是要加温？一定要加温，因为它是靠热，用热下去加温让它烘焙。烘焙的概念的话，事实上它是一种我们叫做这里有人做面包的嘛，它是一种叫做那个梅纳反应啊，它是利用干热跟里面的一些糖类还有一些氨基酸类去做结合，那经过高干热之后，它要超过大概100度啊，110度以后，它会去转换成糖类，让我们喝起来的味道就感觉会有那种甜甜的味道，那个就是属于烘焙主要的目的啦，这样子。那烘焙的时间越长，它的火味就越强，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样子。刚才提到那个烘焙是不是才不会伤胃？是不是主要就是？那个的话部分，因为它把刺激性的东西，我们叫儿茶素，儿茶素越高，抗氧化能力越好，越抗癌嘛，对不对？这个是日本他们最做的嘛。但是因为光那个儿茶素其实味道没那么好，它是比较苦涩的物质，所以我们会透过有时候会透过一些烘焙的角度，或者是说发酵的角度去让它去转换，那我们去让它转换成比较温和的状态，让它成为温和的状态，比较不会伤胃的状态，这样子，这个就是熟香。但是如果生茶，有些人还是喜欢喝包种茶，那如果真的你会胃痛，我们建议就是你吃一点那个甜点啊，吃一点小饼干，不要空胃空腹在那种喝茶就没事了。对，那再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那个特色茶类了，这些是巴拉特色茶类里面我们把这个里面来分开一下，发酵程度就是叫氧化程度，这两个决定发酵程度跟氧化程度，这两个尾雕跟搅拌决定它的这个，那烘焙程度是独立的，它是独立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绿茶，它是属于不发酵或者是尾雕或者是微发酵，台湾应该我觉得应该算是微发酵，已经叫微了，因为轻发酵我们算文山包种茶，那文山包种茶因为有晒太阳，所以它的发酵程度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在绿茶不晒太阳，只是稍微静置放在那边不动，那隔天就来炒，所以我把它叫做微发酵了。然后它的那文山包种茶属于轻尾雕轻搅拌然后轻发酵，然后那烘焙绿茶是不烘焙，那文山包种茶是属于不烘焙或者是轻度烘焙，然后那在高山茶的部分，它的烘焙程度也是轻到中，然后它的一些发酵程度也是轻到中，那洞顶乌龙茶是中，铁观音是中，然后红乌龙是中到重，铁观音的发酵程度是重，然后 红茶的氧化程度是全发酵。那但是我们看到红茶也都是不搅拌的，有些茶像绿茶不搅拌，红茶是不搅拌的哦，这个你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了。那烘焙的程度，事实上绿茶不烘焙，红茶也不烘焙，东方美人茶也不烘焙哦。真正会烘焙的是只有这三种，所以真正在讲生茶、半熟茶、熟茶的，通常都指这些茶类为主，只是讲这几类的比较。那当然有人会把绿茶就把它当作是那种就是生茶类啦，但是我们真正在比较应该是看烘焙程度嘛。那如果不烘焙，事实上应该就没有什么。也算生茶类了，但是应该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叫这样子。它的外观形状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这边做一个那个外观比较。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烘焙程度，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制茶一定两个最大的制程，一个叫做氧化，一个叫做就是氧化物叫发酵，另外一个叫做烘焙。那这个就是发酵程度，从那个什么不发酵到全发酵。我们有分为绿茶、文山包种、高山茶、乌龙茶等等这些的程度，但是以烘焙的角度来看，也有分为不烘焙的，也有轻度烘焙的、中度烘焙的、重度烘焙的。你可以看到水色的变化，氧化程度越重，它的水色一定会越深。那烘焙的那个角度越重，它的颜色也会去做转变。但所以的话，就是说，如果颜色最深，当然一定是红茶。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测什么水色剂啦，因为我们它两个颜色都会变，但是如果我们用水色剂的概念去看的话，这边到这边是往绿到红的角度，因为这边偏绿，因为这个颜色其实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比较偏绿的颜色，这个是比较蜜绿到蜜黄的颜色，这个是比较蜜黄，这个是比较偏金黄的颜色啦，像这种就是比较接近红茶的颜色，但是又没有
红乌龙又没有红茶的来的这么深这样子。那铁观音的话，它是一种琥珀色，它又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这边往这边的话是从绿到红，那这边往这边的话颜色是加深，会慢慢一直加深，所以它的颜色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不过这个水色就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但是如果我们的茶叶放比较久，像我们有些茶要新鲜喝，像这个这些茶叶，绿茶要新鲜喝，文山包种茶要新鲜喝，然后高山茶要新鲜喝，那其他是可以稍微放，因为它陈放之后味道，隔一年的味道跟今年的味道一定不太一样。那有些人甚至做法是隔一年的味道会比今年的味道还好，这个大家就做一个参考，以发酵度或者是烘焙程度，越轻烘焙的或不烘焙的，越发酵越轻的越适合新鲜喝，它的鲜爽度。那发酵度比较重的，或者是说烘焙程度比较重的，它的保存时间是比较久这样。那再来是最后面的部分，我们看一下那个冲泡啊。冲泡的方式，事实上茶叶不是只有热泡，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冷泡。然后我们还有一种叫做茶叶评鉴，那待会我们会大家示范的话，就是用到感官品评的方式做评鉴。那这三个里面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热水冲泡跟冷泡，我们一定是要诉诸让我们的茶叶变得更好喝。怎么样？就是家里面我们自己泡就会用这种，但是我们茶叶评鉴、感官品评，我们是打分数，我们是找出茶叶的缺点。所以待会在泡的时候，有一种茶应该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太舒服，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就是在找缺点的方式。这两个是找优点，怎么样去调整水温、水量，然后时间冲泡的时间去找它的优点。这个的话，我们就大家的条件要起跑点一致性。我们办比赛茶或办分级茶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大家在一致的条件下面，我们去比较谁的好坏。这个就是找缺点，这找优点。然后那在那个热泡的部分呢，不同的茶叶有不同的建议的冲泡的那种温度。一般来说，我们的球形的茶叶，我们的茶一定如果要拿热泡，我们一定要完全展开。如果茶叶没有完全展开，事实上我们喝不到它真正茶叶的味道。那所以的话，如果是球形或半球形的茶叶，我们一定要拿沸水去冲泡，因为现在揉捻的技术越来越厉害，所以越揉越小颗。如果不拿沸水去泡，它叶子你会发现到第二泡它就展不开，第二泡展不开，你后面的水温它就很难再展开了。它一定要完全展开，它的风味才会出现。但是有些茶叶，它的味道，它要求的不是那种强烈的味道。像绿茶，绿茶通常它的温度会选最低。通常就是说，如果在茶叶在泡的时候，会过两次水啊，稍微先把水加在另外一个碗里面，再倒另外一个碗里面，每降一次，再降5到10度之后，我们就可以泡绿茶。因为绿茶要的是甘甜，我喝的不是要儿茶素。儿茶素喝的多的话就是苦涩味，那但是如果是茶氨酸的温度在比较在70-80度，茶氨酸也可以跑得出来，茶氨酸带甘甜味。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绿茶。那文山包种因为它是条索状，温度也不用太高。然后再来就是说白毫乌龙茶，因为它也是条索状，红茶也是条索状，所以它的温度也不用太高。再来的部分就是制茶量，因为有些条索状像文山包种茶，像我们的白毫乌龙茶，它的叶子看起来很蓬松，所以我们看起来加的量，如果像那个不管是用茶壶或者用盖杯，我们泡出来的那个比例，就是至少要1/3到2/2，看起来量好像要放很多，但事实上因为它太蓬松了，所以它才会那个样子。但是我们球形的部分，我们通常大概1/4、1/5的那个比例啦。那越小颗，我们放的不要放那么多，因为那个都是它会到时候会整个展开来。因为越小颗，它实际上包装就会越小嘛，实际上单位重量是接近啊。但是看外观来说，条索状的或这种比较自然卷曲状的，要放的比较多，感觉起来是比较多，但实际是差不多的。那这个的话，就是请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不同有不同的那种泡茶的方式啦，像如果有这种瓷器的啊、玻璃的啊、陶壶的啊，一般来说我们焙火比较多的，我们可以选择用这种。那一般如果轻发酵的部分，或者是说红茶或者一些东方美娘茶等等，我们可以选择玻璃壶或瓷壶。那主要的材质就是因为它们材质的不同啊，就包含因为这个是孔隙度比较高，这种是孔隙度比较低。
那我们的香气，像蚊香包很重香气，很容易会被它吸附掉。那所以我们一般用这种来呈现。那有些像红茶、东方美人茶，因为它的外观非常的漂亮，我们用那玻璃壶可以看到它的那种漂亮。实际上，像东方美人茶，大家知道它的由来怎么来吗？这个四个字，东方美人，它其实是一个传说。那东方美人的话，当然这个只是我推测，只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啦。但是因为它当初是就是从台湾这边做出来的一种茶叶，那茶叶之后卖到英国去，那英国人他们在泡茶是拿玻璃杯在泡茶，就是以前那个500cc 的茶叶放进去。那我们刚刚讲过，东方美人茶有五种颜色嘛，非常的漂亮。那茶叶的量又放的不是很少，可能至少放三分之一的量。然后热水一冲下去的时候，那我们的茶叶就会在热水里面翻腾。那是不是有很多的颜色在那边翻腾？然后他就会觉得是很像一个东方来的美人一样，所以东方美人茶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冷泡茶的部分。那冷泡茶的部分，事实上我们是用冷开水或者是矿泉水直接去做冲泡，而不是用热水冲泡之后放冷哦。因为热水冲泡之后放冷，它会产生沉淀，它的味道也会变得不好。那一般来说，我们是用冷水直接浸泡在里面。然后比例事实上不一定，那至少浸泡大概2到4个小时。你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冷藏里面去浸泡，因为温度越低，它的溶出效率就越慢。所以如果我们放在冷藏，它就会慢慢溶出，它的时间就要增加。如果放在常温，2到4个小时。那每一种茶也不太一样。如果今天是球形的茶叶，它的溶出时间要久，因为它叶子要打开来。但是如果我今天的叶子是条索状的，它我的冲泡时间就会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每一种不太一样。那冷泡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喝冷泡，因为不用那么热，尤其像现在开始快接近夏天了，越来越热，然后那年轻人不喜欢喝到那么热的茶叶。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的东西，这些的成分，我们有分为叫做儿茶素类跟咖啡因类。那所谓的儿茶素类，我们先看咖啡因好了。咖啡因它是一种利尿的成分，也是一种提神的成分，但是它本身对于有些像孕妇、像小孩，它会刺激我们的一些神经中枢、脑袋的中枢，所以对小孩来说也不是那么好的东西。对孕妇来说，因为孕妇怀有宝宝，所以也不见得是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孕妇通常不喝茶，但是我们事实上可以推荐冷泡茶，因为它咖啡因含量会比较少。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咖啡因的比例嘛。我们一个是冷水四小时，这个颜色是冷水四小时。那这个是冷水八小时，那这个是100°C5分钟。我们可以看到咖啡因的比例。我们冷水四小时大概只有热水五分钟的大概一半，所以它咖啡因的含量是少很多的。所以这种是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族群也是可以喝的。那我们看一下儿茶素类。那儿茶素类我们分为叫做脂型儿茶素跟游离型儿茶素。所谓的脂型儿茶素跟游离型的儿茶素，这主要差别在脂型儿茶素它的键结比较紧，它的键结比较脂溶性。然后那游离型儿茶素它的键结比较形成水溶态的，所以这种比较容易被水溶出。这种的话需要高温再来水溶出，它也是水溶态了，只要高温它还是可以释出来。但是我们在脂型儿茶素的部分，热水泡五分钟，它的含量就会比冷水泡八个小时还高。但是如果是游离型，因为它比较容易释出，它在低温也可以释出，所以在游离型的部分，它在儿茶素含量会比热水五分钟还多，因为它慢慢它浸泡的时间拖很长。所以的话，冷泡茶的好处就是说，儿茶素类可能影响没那么大，但是在咖啡因的含量就会少掉很多。那最后面的部分就是台湾各种茶类其实都可以泡冷泡了，像球形茶就反正就是要泡的时间拉长，然后条形茶的泡的时间比较短，这样子，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要让我们的茶叶整个完整的舒展就会比较好。再来的部分，我们的茶叶当然就是不同的颜色。那不同的外观了，水色也会不同。红茶泡出来还是偏红色的比例，那比例其实不一定，1:50、1:75都没有问题，就是看自己去选。因为反正我们一瓶矿泉水600cc 倒掉100cc 之后，就是你们看要加多少，加如果要50:1，就是加10克进去或什么，自己做调整就可以了。那在做感官品评就不太一样了。刚刚我们的茶艺，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温度，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茶量，我们自己选择浸泡的时间。但是在感官品评里面就不一样了哦。感官品评的时候，它就一定的环境、一定的设备，而且一定的品茶人员来冲泡我们的茶叶。那感官品评里面主要是靠视觉，因为我们要看外观，看这个茶叶它有没有紧结，它有没有黄片，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也要摸触觉，它到底有没有干燥完全，然后它的摸起来的感觉如何。嗅觉就是闻香气，味觉就是尝滋味，然后最后面做综合判断。所以它是形色香味通通一起来做判断。然后这个里面有人去判断品质异常，它这个茶是不是放很久了，是不是有一些陈味，或者是烘焙过度，或者是说它做茶的过程，在发酵的过程中它的清味还在，也就是走水没有很好，或者是它淤水等等，这些都是在比赛茶，这是比赛茶的现场。那而且依据市场的需要订定不同的品茶标准，那也就是说文山包种茶有一定的标准，洞顶乌龙红茶都有一定的标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品评杯，品评杯的部分就是我们在相当于我们放在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品评杯。品评杯里面呢，事实上这个里面装的水量大概是 150cc 的水，然后我们每一次的比例，因为我们都是用50:1，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会称3公克的茶叶放到这个蚊香杯里面，然后我们浸泡时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泡5分钟，这是条形的。那如果是球形的茶叶，因为要完全伸展，我们就是规定就是6分钟，这个是不同的那个比例。那这个就是他们在闻香完之后准备要 喝茶的情形。那大概他们在比赛的流程、就是有专门的人来称茶，称茶 之外我们就要进入冲泡。那这个沸水一定要煮开的水，就是100°C 的水，那才有办法完全伸展。然后条形5分钟，球形就是6分钟，然后倒出茶汤，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水色，因为我们看水色的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蜜绿蜜黄是包种茶嘛。那如果今天绿茶出现到比较琥珀色，那这个绿茶其实品质已经裂变了。再来就是闻香气，然后尝滋味，再来灌液体，这个大概一个般的步骤。那最后面呢，事实上茶叶它是一种多样性的东西，它是一种嗜好性的饮品，每一种茶类都有它自己喜好的对象，有绿茶，有些人喜欢绿茶，有些人喜欢红茶，每个都不太一样。那台湾五大品种分别是清新乌龙台茶12、四季春清新大棒台茶13。那八大特色茶就包含是绿茶、文山包种茶、高山茶、洞顶乌龙茶、铁观音茶、红乌龙茶、白毫乌龙茶及红茶。那特色茶类都可以热泡、冷泡，就看你自己的喜好度。那感官品评是要找他们的缺点，然后找透过这个以利我们的分析，然后我们当然就是常饮茶益身心。那最后面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在5月18号礼拜六，我们本场在我们桃园的就是普星杨梅的普星，我们有办理我们的场庆，有办理一些活动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我们的场庆。那以上报告，谢谢大家。市面上有一种叫老茶，对，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老茶就放很久，老茶就是放很久，老茶一定就是放很久。再继续发酵还是怎么样？它会后面会去陈化它。如果像我们的文山包装茶，你放很久，它颜色会一直转变，一直变深，它会去转化。每一种茶类转化不太一样，不过它初期转化一定会先变酸。所以我们一般会先喝到可能像梅子香，就是它可能在5年到10年内的，就是老茶就开始有这种味道，然后再开始慢慢再去转，有的会转木香，有的会转别种，后面就是说不同的香气代表它的年限，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说几年叫做老茶，例如有些人就说5年就是老茶了，有些人要10年，有些人要20年，其实不一定。而每种茶类它要求的味道也不太一样，这样子。对，要阴凉的地方，但是一定要储藏好。那老茶一个要求是，好茶的老茶才有保存的价值。那如果你的坏茶，就是你的茶叶当初喝起来就不好喝了，你再去放老茶，它还是苦涩的。那因为老茶我们是要去转陈化，希望把它苦涩味变成比较柔和一点。但是如果你坏茶，你到后面你保存20年还是涩味，所以一定要把好茶拿去保存，坏茶就不要保存了。那保存过程中间要不要再放炒锅怎么样？放在什么东西？干燥不用，让它慢慢回复。那一般来说，因为我们现在茶叶都已经是真空包装嘛，
那老茶的目的就是让空气跟它接触，慢慢的陈化它。那如果我们去拿真空包装的时候，事实上它会延缓它的陈化，因为我们是保存它的味道，不要让它变化。那老茶就是要让它变化，所以这两个有点相反。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老茶，通常他们会用瓮，因为瓮里面会有那种透气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去蒸传。瓮把它埋到地里面去，然后那个就比较没有，那可能是那个比较少听到这样子。对，在台湾的话，一般还是说你要放在一些什么像保湿的一些就是保那种空气那个湿度的地方，你不能说太干，也不能太湿，太湿它会裂变哦。对，所以它一般来还是正常的保存这样子。对。我是有认命下，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茶如果放久了，它到底可以喝？我就有时候你后买的久了放了，然后再放放在旁边，等到看到你好像过期了，这种可以喝吗？茶叶没有过期的问题，除非你保存稀释啦。稀释就有可能，因为我们茶叶一般我们的保存，它的那种含水量都是在 5% 以下，就会正常保存。但是如果你茶叶已经摸起来就是那种轮轮的那种感觉，就是湿湿的那种，就不建议，因为已经可能会发霉了。因为湿度降下来，它不会发霉，它只会变味或转变不同的味道。但是如果它已经稀释了，就不行保存了，就不要。但是最好就不要，因为你摸起来的感觉，你摸起来是刺刺的，那个就是干燥。但是如果你摸起来是那种就是软软的那种，就绝对不要再喝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摸起来是那种刺刺的，应该还是可以喝，对不对？那但是它的味道，因为像如果像文山包种茶，它可能会转会变味，就是陈味会进来，因为它会吸还是会吸味道。那吸味道怎么办？我们如果拿自己的家用电锅，但家用电锅要洗干净了，我们可以当焙茶机，把下面弄干净，你只要插电，然后那个保温，它就是干燥，这个就是烘焙。烘焙的目的就是把一些杂味把它排掉，水分让它再排掉一点，这样子。老师，那个普洱茶那个臭扑鼻，臭扑鼻，那是对的错的？是那个对不起，那个继续进水，那个好好有问题的时候啦，那个天品茶，对对对，不能时间那个，对呀，时间改一点，对。老师有什么需要吗？